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天的是大潲水，刚才的人挺多的哦。那边有好多大陆大的人们，可能在那边捡海螺。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地方赶海了，我们今天准备去那个地方。我这身后的这边就是这里，准备看能不能够点螃蟹回家。好了，下次我们去找找看。这个洞呢，先来勾一下看看。哎，里头没动静啊，没有，再找找看。哎，这里面有一个哦，找了老半天终于让我发现一个了，这肯定有点小哦，个头不大，顶多就一两多一点点，这个太小了哦。它就往哪里跑？哦，飞挺飞的，但有点小，就不要它了吧。来，给你放回去。又经过这里哦，还是照旧来拜点素师，一分等于倾泻打假。好了，现在准备下来找找看。这边有一个洞，来勾一下看看。哎，有动静哦！哇，这个是豌豆，这个洞有点歪，有点不好勾。哎，合适的，这个个头不知道大不大。刚刚钩子刚放进去的时候，感觉里面动静也很大，但是估计也勾不出来。先是溶洞，你记住再好的人过来勾出来。就是我们把我奶奶再请出山也没办法。哎，只能随他了，勾不出来，再找看。哎，这个都是我上次勾过的洞，看看今天里面有没有。里面竟然又是一个哦！我们在上面点着抓，这个头感觉可以啊。喂，没地方跑了，跟你说，哇，差点又挖进去。一山，你笨哥，你是没地方跑的哦。哇，终于勾住他了哦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卡住哪里？有点不好勾。哎，快出来啊！哇，这个个头可以啊！来来来，你还来来来，看你要往哪里跑？哦，已经积极做前后引了，没地方跑了吧？从后面给你踩住，你是吓不到我的啊！今天第一个哦，哇，这个个头可以啊，有个六连以上，挺肥的哦。找了老半天，终于让我勾到这一个，啊！好了，再找看。哎，这边就有一个、啊。哎，就在这里哦。哎，还想往哪里跑？个头感觉没多大，你跑得还挺快的啊，跑得还挺溜的。来来来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？来，呜、哦，差点出来了，溜进去。来来来，这样没地方跑了吧？哎，个头感觉还行哦，啊，但是挺瘦的，啊，这个肯定瘦哦。这拍在底下感觉那个很白皙，这个、肯定很瘦，不肥。难怪会在这个洞的水坑里头，这个太瘦的我们就不要了，算了，随你吧。再找看。这个感觉这螃蟹泡开后都过得很挤哦，像这种洞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哎，它到底往哪里跑？这个也有泡开过的痕迹。哎，这里面没有哦，一定在这里面。来，现在来给大家勾一下看看。嘿，感觉有动静哦。哦，在这里，碰到它了。哇，这个豌豆有点不好勾啊，估计有可能勾不出来。哎，这个石头先拿开。
哇，估计肯定勾不出来了。这个洞是弯的，那这种对付这种弯洞，我是没办法了。现在只能再找找看。这个洞呢，实际上那个螃蟹泡在骨头很挤啊，螃蟹有洞井啊。这个有一点点，都是那个一点点弯，应该有把我把它勾出来。哎，这个终于勾出来了，碰到它了。来，出来吧！哎，这旁边还有一个桥洞，来，让我往旁边跑。出来吧，还不肯出来？嘿，你再逗着我玩吧。只能这样子给你勾出来了。哇，终于出来了哦！哇，都快让我给勾死了，你才肯出来。来，下。来，像这个我是不痛的哦，来自己进来吧。哇，这个挺肥的哦，是个母的，挺肥的。哇，又是一个哦，下的还挺结实的哦。看，给你放进树枝，不然要打架了。好了，再找看。这个洞呢？哎，里面有东西哦。哎，听到了吧？里面哗的叫哇。哎。先把这个沙子给它弄开。哇，里面东西感觉不小哦。哇，完了，这个脚被我弄掉一个了。哎，感觉个头，看这个大脚，感觉个头没多大。先给它勾出来看一下。哎，什么脚又掉了一个，奇怪了。哇，个头没多大，你那个脚什么这么容易掉？收集来看一下。肥挺肥的哦，应该有个二两多一点吧，差不多。又是一个哦，好了，知道了。这个石头给它搬开看一下，有没有多少？哎，这里面竟然是一个小的，看到了。等它以后长大了再说，再找找看。刚刚勾了这一大圈石头过来，现在前面已经没什么石头了，就不勾了。这时候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了哦，今天收获还可以哦。然后过来是三个七线，这个最大的一共六七点吧。哎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哪个地方跑的？哦，那个你还想跑？这个挺可以的哦，也挺肥的，一个六七点。哎，你还想跑？来，哇，还挺凶猛的。没利用跑的，跟你说，哇！刚刚差点让里面一个给吓到，这个有个二两左右吧，还有两个那个弯洞勾不出来，那个弯洞没法，因为我们这个钩子是实的，他没法勾那个弯洞，估计叫我奶奶过来，我奶奶肯定也勾不出来，那个弯洞是没法划了啊。好了，现在准备赶紧带，趁这个螃蟹还活着，准备带上新买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放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